世间十方国土之所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国土里的没有的，极乐同居所独有。你看，特别用同居。这个意思是什么？弥陀的十报图跟十方诸佛十报图没两样不一样的是凡圣同居图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图是十方诸佛凡圣同居图里面所没有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过，十方世界有没有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没有修罗，没有罗刹，有没有？有。但是他不是阿惟越致菩萨，极乐世界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没有。这十方世界，世界一个都找不到了，只有极乐世界独有，独此一家。故云无上殊胜，超世之远也。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实，这个缘故，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能不去吗？我们能不真干吗？还在此地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吗？还造三途业吗？